从那一次以后，他一直很关心我。家人们，我给你们看看，想不想看看我的小家？咱们扣个一，看一下我的房间，就有点乱了。家人们就将就着点看。对，彭少在鼓励我。对，想不想看？想不想看？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好不好？咱们看一下我的小家，就太乱了，这个我都有点不好意思，家人们怎么办？这我给你看，给你们看，给家人，哎呦，给家人们看一下，好不好？看看多大，我没地方站了，我给家人们看一下多大，我调一下。就这么大，家人们有没有看到？这边就是床，这边就是床，看到没有？这边就是床，你看就这么大，就这么大就没有了。然后这边就是一个桌子，没有了，就这么大，家人们。小鸟了，小鸟在这边，小鸟在这边，你看，小鸟在这边喂着呢。但是其实很小了，它这个房间就差不多，这个应该就10个平方吧。我估计这一块砖是差不多60的，几块砖呢？1、2、3、4、5，5块砖，你看60的，一块砖差不多60的嘛，五块砖嘛，没厨房，就厨房就是这个样，厨房就是这样子的，家人们，这个就是厨房了，对啊，这个就是厨房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厨房啊，啊，卫生间就这么小，就这么小，就是能站的，这个就是厨房了。这个就是厨房了，就跟香港住的差不多。这个就是厨房了，你看，然后这个就一个床嘛，就这么小，空间就这么小。对，就这么小。不透气，这个没有阳台，就一个人住可以吧？对，他这个有洗衣机的，他就连在一起，那没洗衣机，那没办法，那又没得晒，这个就1000块，就没得晒，就没办法，是吧？没洗衣机的话不行啊，但是就没衣服经常晒不干。就有时候衣服就是有点就是臭臭的，有时候有点臭臭的，就是特别是天气一不好，它晒不干。这是租的，不是买的哦。这个地方是租的，1000块嘛，就租1000块的，对。所以有一点点小窗户，有小窗户，窗户就这么小。对，所以反正能住就好吧，就能住就好，就住能住了就好了，就没有那么多讲究。其实一个人住其实就可以了，反正现在就好好的去赚钱吧。然后我现在是讲的，对，用风扇，没有空调，对，没有空调，就像就我公司里面也是没有空调的，因为空调电费太贵了，
对，电费太贵了，所以就是没有空调，都吹风扇了，电风扇了。对，在公司那边会更热一点，在家里面还比较阴凉，就比较阴凉的话，其实还好。嗯，然后给大家看看小鸟好不好？给大家看看小鸟。小鸟出来，不要躲里面去了！哎呀！这小鸟会飞呀！现在，这小鸟会飞呀！嗯，你看小鸟可爱吧？这小鸟，我真怕把它给养坏了。小鸟长大了，我发现它会飞了，真的长大了。我发现它会飞了。我住的还没有糖糖的小鸟好，有那么惨吗？我住的还没有糖糖的小鸟好。对，真没空调，太热了。有时候晚上还好一点，就是白天的时候。太热了，他在啄我，你知道吗？这只小鸟在啄我。小鸟想他妈妈了，我也想他妈妈了。哎呦，他啄我耳朵，你看这只小鸟，这好奇怪啊！他之前都不会的。养小鸟有点新鲜空气。我有给他，就有开窗户，有开窗户。完了，对，开空调太费电了，也没有空调，就开开电风扇其实好。如果开空调的话，一个月得多500块的那个，多500块的那个的电费钱，其实。对啊，我在想，就是想一想，把公司处理一下。如果糖糖还不回来，哎呀，糖糖还不回来，我就，哎呦，真走了！我的天哪！你看，糖糖不回来，我就带着。哎呦，我操！搞什么了？你搞什么了？真的，糖糖要不回来，我就带着小鸟去找他了。你们觉得可以吗？如果糖糖再不回来，我就带着小鸟去找他了。你们觉得支持我去找他吗？支持咱们扣个一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他要再不回来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忍不住了。他再不回来，我就忍不住了。我要带着小鸟，我觉得这样子，他再不回来，我就说我小鸟就把你给送走了。我就把你给送给别人了，是不是？他如果再不回来，我就这样子。你说你，我跟他说，你再不回来，我就把你小鸟给送掉了。如果这样讲，他还不回来，那我没办法了，那我只能亲自跑一趟了。所以啊，我得，其实家人们，等一下我把小鸟放一下。现在这个太会跑了，我每次都得把这个小鸟拿个东西给它压一下。我洗个手，家人们等我一下，我洗个手啊。但是我跟家人们说啊，就是糖糖去找糖糖呢，你也想一下糖糖那边。住的那个，你说机票钱我今天算了一下，机票钱差不多应该要来回，就算我一个人的，我一个人的话来回都得两三千，然后三千左右块，然后还有酒店的话那边都得，就堂堂住的那个
都得30000，然后我找一个便宜一点的，我估计够要5-6千，4-5千，然后反正待个一天就得花5-6千，就是啥都不吃，就什么都不买，什么都不吃，啊，所以太难了，想过去一趟，所以很多就太难了，没办法过去。去了真的是有点费钱了，就因为他住的地方没有便宜的旅馆，知道吧？但是如果我跟家人们说，就是他如果不回来，再怎么费钱，我都会去一趟的。所以我今天，所以不管怎么样，他就是再怎么费钱，我都会去一趟的。一天我算了一下，去一天就得花几千米，然后我如果去个2-3天，差不多10000多。但是我觉得这虽然我现在没有什么米，但是这10000多，我觉得跟堂堂对比来说，就是10万，对吧？100万，我都觉得我能跟他在一起，能跟他在一起一辈子，我都觉得是很有用的。所以我这两天，你看我今天，一天也在就忙工作什么的，所以平常很少跟大家聊天。然后晚上，今天也是忙到晚上来吃饭，刚才吃了一点。然后本来说9点开播了，也是比较忙，直接忙到9:20，就太忙了。所以有时候家人们，我开播可能就有时候晚个10分钟，或者说晚个十来分钟，家人不要介意啊。就是有时候我确实因为现在都是我一个人在做事情，没有人，没有员工，然后我今天就是因为现在确实缺钱，然后我本来我是不打算，因为不打算说就是说再去就是卖茶什么的，就不打算，因为茶也不多了。然后我本来是有一批想我自己留着，自己收藏起来的一些茶，不打算卖的。但是现在，确实比较困难，所以，但是不多，真的数量不多，所以就是也卖掉了。卖掉的话，到时候就是换点米可以过去找糖糖。对，我有带拐了，那个人，哎，我看一下放哪里了。家人们，这一个的，我看一下。但是不多，这个是我自己收藏的，这样的。它这是什么？它这个是古树赛红，这个是古树赛红，你看，不知道大家看到吗？它的打开是这样子的啊，它这个好，这个我总共只有10盒了，不多了。我看一下有没有上小黄车啊，我看一下。哦，有了吗？有了是吧？只有10盒哦，但是我跟家人们说一下，这个大家就是大家不需要的不要拍，不需要不喝茶的大家不要拍。然后这个是适合女性的，这个最适合女性的能拍，就是男就是叔叔的话就是男性的话就不要拍，这个只适合你的拍。只适合你的喝，它这个是云南的普洱的那个赛红，古树的赛红，它里面的包装是这样子，我给大家看一下。这个可以，其实这个我这个是怎么样子？我本来是想留着自己以后送礼的，然后它不管是送礼或者说口感都可以。你看，它这个是欢喜的。这个我只有10盒，我自己留了10盒啊。
就是大家就是有需要才拍，因为也不多，然后如果说不喜欢喝茶的就不要去拍，因为把有需要的把，因为很少，只有十盒，就把这十盒留给喜欢喝茶的，或者说有送礼需求的公司，有送礼需求的，或者说要维护人情世故要维护的，这个其实不管是品质啊，或者说怎么样子都很好。你看，就你看这包装，这个我自己就留了一盒了，我是留给一盒送给，然后就是送给阿姨的，就是我到时候留一盒送给阿姨的。哎，这怎么打开？我看一下，他这个做的太好了。他这个有送个茶针，你看，他这个是饼茶，好像我看一下，你看，他这是一小饼，然后一盒它是一斤的重量，一盒是一斤的重量，他一饼的话，我看一下，一饼的话是半斤，它是一饼的话是半斤，它这种是布朗。云南的布朗树晒红，云南的布朗树晒红，然后总共有十盒，然后我是留了一盒，留了一盒给糖，就给糖糖，就给糖，给阿姨的，就总共就只有十盒，没有不多，这个很少的，这个就是很适合，就是很适合你兴趣喝吧，这个就比较适合你兴趣喝。然后它就是这样子一盒吧，它这种都是云南的，云南那边的。对，我留了一盒，对，留两盒是吧？好，那我就留两盒，自己留两盒，因为总共就十二盒嘛，我自己拿十二出来，我拿十二出来卖掉，然后其他的我自己留起来。它这个就是口味怎么讲了，我看一下能拆吗，我看一下能不能拆呢，我靠，突然拆，我给大家拆一个看一下，拆开来，它里面还有一层纸，拆完了里面还有一层纸，里面它有一个标签，写的是云南的红茶，简称滇红啊，它的产地是云南的，它这边有，然后平均它的这个原料茶叶原料，它是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。然后你看，我可能光线是不是不大好？看的话是，看下光线是不是不大好？你看它又这样子的，一饼一饼的，也是要用茶针撬的这个。这个适合你兴趣喝的，对，这个确实比较适合送你的，这总共就只有十盒了，然后我自己是留两盒的，一盒是一千，就是一千克的话，不是，我一盒是500克，这个是不是500克？其他的才是那个之前卖的那个砖的，它才是两斤，它这种是比较高档一点的，就可以放起来珍藏的这种。哎，我自己到时候。